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梅子看电影。国庆档期的一部《中国机长》给予了观众非常大的惊喜，网友纷纷评价袁泉是最像空姐的演员，而徐峥导演的囧系列新片《囧妈》也正式官宣，女主角由袁泉出演。电影讲述了老板徐一万缠身于家庭危机和商业纠纷中，却阴差阳错与妈妈坐上了开往俄罗斯的火车的故事。袁泉近年来塑造的影视人物都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无论是女强人还是空姐，身上都带着一股劲儿，而这正是袁泉的表演特色之一。本片是袁泉和徐峥继心花怒放之后的第二次合作，相信两个人之间的默契会延续到新电影当中。袁泉出演的作品虽然数量少，但质量都非常不错，更是凭借着《我的前半生》中干练的女强人再次走入大众的视野。如今已经42岁的袁泉在表演上也更上一层楼，还曾被影帝黄渤评价为这个时代最好的女演员之一。不得不说，她的每一个角色都被演绎出了生命。而对于袁泉的演技，相信很多网友都非常肯定和放心，她也完全担得起黄渤的称赞。从官宣海报上来看，一脸严肃的袁泉气场2.8米，身后的气球很可能就是电影中的孩子留下的，正符合片名。而徐峥也是非常擅长在欢乐之后留给观众以思考的空间。囧妈正是用亲情来联系串联影片，让其包含更多的人文关怀。电影定于2020年大年初一上映，这样看来贺岁档的竞争也更加的激烈，但优秀的导演和实力派演员的加盟，让影片质量有了保障，还是非常值得观众期待的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